这是我的心肝囝，心肝囝，妈妈回来啊！二十年来，恁家兄弟姊妹到底是伫什么所在？妈妈就想你。我叫伊行倒来，即摆会当讲是顺利完成任务。先生，我是毋是会当倒来申请？顺利完成任务，你家己看卖，这内面记载都是一款新台将普通营业的收支。你敢有法度为这内面找到新台将违法的证据？摕这种无路用的物件倒来，有这个面来请功，怎知你这么无路用？我就应该一枪拍死你这个叛徒！先生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未听过要反袂生气的，这拢是因为建昌董事长今晚正伫咧红会，你就莫阁讲起来，只董事长受气。什么？你严气？我无想要听你辩解。先生，你甲我听我清楚，你今晚马上甲我倒去新台中，若是找无新台中违法的证据，你就永远免想要倒来新进。先生，严气。出去！你过来找我创啥？我无想要跟你这款这么现实的人讲话啦。建昌，我知道你对我真生气，也毋过冤家是免解决代志的。咱即马应该爱做的，就是爱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啊，即马要安怎？红城已经把新台将的生意拢变合法了，我找无任何不法的证据啊。这边哪有可能？建昌，你搁回去详细查看卖。我会当抄的拢抄啊，我拢已经抄啊，若是找我早就找到。这一切拢是为着你呢，无代无志出个什么后步，讲要陷害董敏敏，啊结果呢，你一个一个拢无代志，敢找到我啦？哦，这摆先生，无可能我等于神经啦。看起来郑秋唔是真可靠，若是予伊找到机会去向董事长打。那你我的地位就危险，为着我的安全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让郑昌永远离开深圳。郑昌，
是嘞，拢是我拖累你，我嘛感觉对你真歹势。也毋过为着你好，有一个秘密，我一定爱甲你讲。秘密？无毋对。其实董事长即摆是超过伫个为难你。毋管你有找着新台长，不好来照顾，也是无。董事长伊拢会想办法将你除掉。这边哪有可能？小明。 你莫学白讲话哦！我无学白讲，正常，你想看卖咧。正常董事长的重用你，迄是因为伊甲你当作是家己的囝。也毋过即马已经找到英雄啊，英雄则是伊的亲生后生，所以你认为董事长敢阁有需要你？我可能想要尽快练练，甲先生斗相共。也毋过伫英雄目睭内，你毋嘛是一个阻碍者。 我听罗赖爸咧讲，咱竞标食品产业这件代志，当着真大阻碍。而且真奇怪的是，有一间台华食品公司，甲咱的恶性竞争。咱竞标的底价，竟然是有人泄露人知影，好惨，就是有人超过通风报信，害咱公司白白来损害几啊千万。阿伟。 你是负责这边竞标计划计划经理，你对咱地标来泄露有啥物看法？这我，阿伟，我超过甲你叫你来我的办公室，你应该甲你先过来右手才对。总经理，请你原谅我，拢是因为我欠地下钱两钱，才会出卖公司的机密。拜托你，唔通将这件代志。 甲阿布拉达讲，阿若无，我一定让人等下底钱刷去。你欠地下钱这偌济钱？100万。这100万算是我借你，赶紧提钱，先甲我处理掉。 你是一个真有才华的人，阮身大将，还阁需要照着你的才华。我希望经过这件代志了后，你会当痛改前非，好好为公司来效力，知无？多谢总经理，多谢总经理。这件代志到这为止，我袂阁追究落去。也毋过，我希望你会当好好珍惜你的未来。你若是阁犯，我是无才调阁报你。是。 多谢总经理，前面会啊，是。老谢，正常，拄则恁讲的话我拢有听着，想袂到你对一个犯罪犯下手了，这么重情重义，我真佩服你。 下骹手人，这招我无甲因看做是下骹手人的，因为伫我的心目中，咱新台上所有的人，包括你，我拢是当作是我家己的兄弟。红师，是，你对我这尔诚心，我顶多利用你对我的信任来陷害你。红师。 其实新台长笑是我替，是阮先生叫我安尼做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新台长。台长，这件代志我怎会知影？一生情留予你。
其实新大将的账簿是我替的，是阮先生叫我安尼做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新大将。建雄，这件代志我早就知影，你早就知影，那恁你来写我跳，等到佮打落来。建雄，你敢知影？我看到即阵的你，就好亲像是看到较早的我同款。较早侯永权若是发一道命令，我唔管这道命令是好是歹，是毋是违背我的良心，或者违背我的原则，我拢会拼命去完成。我俩准讲我安尼做，就是尽忠；我俩准讲我安尼做，就是有情有义。也毋过到最后，我知影我做唔对呀。我安尼做，根本是戆忠，根本是一件错误的代志。我会当体会你目前的心情，我诚心建议你走向光明，趁这个时阵，甲王正远切断所有的关系，嘛切断你较早所有的罪过。我相信你若继续安尼做落去，恁爸爸在天之灵嘛会当安心。是啊，我知我唔对啊。是我自己走入去歹路，今仔日我做出这款代志，你不但无怪我，阁真来鼓励我。红霞，是嘞，哎，志忠，唔通安尼，这一切还阁有话。你若是真心悔改，我相信所有人拢愿意给你机会。你讲的，真实。当然嘛是真实的，阿霞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英雄，你加减吼爱食一寡。你安尼会予真侪关心你的人伤心，你知无？我看你安尼，我真正是足唔甘的。要那无，我来饲你。我是安怎？董事长，英雄一直爱食物件，我惊伊会拍歹身体，想袂到还是予伊吃吃倒。我知影，你先出去。是。英雄啊，你安尼一直唔食饭嘛，毋是办法。为着一个查某人，都安尼失神失神的，你是要安怎做大事业？你莫想我好无？我一个人整一个啦。英雄啊，你这样伤心落去嘛，唔是办法。我都在已经替你找好相亲的对象，是部长的千金，伊才配你的气。你已经帮我找好相亲的对象，敢讲你真正无介秘密？只要你甲部长的千金开始交往了后，你一定真紧就会甲董敏敏放互袂记。我袂放互袂记，我永远嘛无得放互袂记的。总经理，你叫我去查红星的，我早已经村哥问遐小弟，伊甲我讲红星谁在去，不过不是去找粉味啊，
是去找因的头家娘丽香啊啦。顶逝红星为着这个丽香啊头家娘，要教少年等冤家呢，去跟这个头家娘甲红星的交情是普通的好哦。红星来安尼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警长，你去帮我查那个丽香的背景。去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为什么要回来给殿哥的身躯边？敢讲你真正爱给殿哥？咪咪，你无爱伊对无？你是叫给殿哥变个对无？只要你变个头，我就马上带你回来。我真无简单才离开山城，哪有可能这么容易跳了回去？你这什么意思？就我一日生情，伊个李正强就把我当作是眼中钉，洗面阁把我送去十字路口，差一刷去有车弄死，还阁有恁个爸爸无小心中毒，阁无赖是我做的。迄拢是一个误会啊！你讲的误会，可能爱伫我面。我伫个生情根本是一个无地位的人，不过我即摆伫个丁哥个身躯边，食好穿好，爱啥物有啥物，而且丁哥阁遮尼爱我，伊阁予我将官应承。既然安尼，我想要搁要等你升职。我是升职的少爷，有我伫咧，你遐人拢会算啥物？而且你正常，也已经叫我耳朵上挂出去。这边冇讲过，顶下伫一路的，迄只是一个意外，耳朵上拄到的代志，我冇甲你讲过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是真心爱你，但咱两个结婚了后。你就是神经嘞！你莫这样讲。在婚礼上，电哥龙入来的时阵，你神经这么侪人，谁也无人出来阻挡，谁也无人出来听你。其实我早就知影，这一切拢是恁爸爸设计。你还敢不知影？都是设计。恁亲爱的爸爸，想有尽办法想要把我除掉。你敢讲不知影我伫神经的处境真危险？你这个无能力保护家己心爱的人，凭什么讲啊？我看，你也是赶紧倒去恁爸爸身躯边。一生情留予你。恁亲爱的爸爸，想有尽办法想要把我除掉。你敢讲不知影我伫生前的处境真危险？你这个无能力保护家己心爱的人，凭什么讲爱？我看你也是赶紧倒去恁爸爸身躯边。我，还有下岛的代志，明明就是恁爸爸设好要赶我走的款。还有婚礼嘛是伊报的局，所以我即摆离开生前上欢喜的应该是恁爸爸才对。我耳朵上绝对袂来对待我，明明，你跟我回去，我一定让你知影，全世界只有我王英雄，有法度保护你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我不是无给你机会，是你家己无好好把握。你走，我无想要再看到你。明明，敢讲你一点仔都无爱我？你听好清楚，我根本就唔捌爱过你。好，我一定让你后悔。你今仔日所做决定，
安怎？我去找过敏敏啊，伊敢紧甲你转来？伊根本就无爱你。这个查某是一个扫帚星，以你的条件，敢惊伊找无比伊较好一百倍的查某？无可能，无可能比伊较好。我干呐要爱伊？你哦，我是你的活多少？我做的代志拢是为着你好，为着我好。安尼你想要秘密离开我？我用20年时间，才把你这个后生单独转来。伊只嘛为着伊，竟然用这种态度跟我讲话，为了破坏咱爸仔囝的感情。豪庭哥为了这个查某，甘愿离开永盛，跟伊爸爸作对。我无想要甲豪英权犯同款的错误。我已经等这么多年，才把你单独等来。你敢有法度了解一个做恶多生的心情？我刚才想要把全世界上好的物件拢给你，上歹的物件拢为你的身躯边丢掉。这个查某心机这么大，我若想要利用你的感情，这种查某，敢有值得你为伊这么艰苦？我无大概放袂记，我做袂到。这是时间的问题，时间若过。你自然就来放袂记，因为吼，你是我多少故意来计小钱，你应该赶紧把一切拢放好袂记，振作起。看你今日这么艰苦，那是会用，我甘愿替你承担所有的痛苦。更加温柔，更加体贴，更加单纯，更加适合你的查某。到时阵，你自然就会把伊放好袂记。我不都该放袂记，我要明明倒来我身躯边，伊是我一个人的。你先等伊休困。别想太多。董冰冰，你阿弟英雄的片，永远给你留在记。第一遍执行任务暗杀的人是丽香的爸爸。彼当年走上杀手路，开始我错误的第一步，就是让丽香家庭破碎，害丽香自细汉就失去爸爸。我这双手对丽香所造成的伤害，是要安怎才会当弥补回来？犯错不是见笑代。见笑是无多面对所犯的错，所以我袂当去逃避，我必须要面对家己的过去。向伊承认，我就是迄当年杀死因爸爸的杀人凶手。我无唔望丽香会当原谅我，就总共要用我一条命来做交换，我嘛不为过。
家姐姐。妈，好一嘴，今仔日才搞流汗哈，啊，可能得要发喙齿炎，啊，洗身安尼啦，囡仔洗身会流汗，过来吼，就会走会地啊。妈，我来找阿爸上，也无伫个厝食饭啦。姑娘啊，啊，你昨天生理安怎？破破啦，啊，有当时也好，有当时也歹咧。生理拄啊开无，洗身是安尼啦，但是吼，店底若拍灾吼，生理自然会入门。我知啦，阿伯出来。好。有请。我出来，阿伯上，两边等啦。好。这里哈。有事啊？啊，恁人即阵啊是安那哈？我若感觉怪怪。可能是店拄开无，啊，生理较无稳定，压力较大啦。娘，你今日哪样来找我嘞？娘，其实我今日来找你，有一件最重要的代志要跟你讲。什么代志？王兄，有什么代志？你讲啊。咱大家才认识啊，敢有什么代志是袂用得讲的？你一定有真重要代志要跟我讲，来，先饮一杯，有啥代志再慢慢讲。没有，歹势我无食酒。我问你才对，你不是讲你去找阿布拉桑，想哪走回家来？月秀，阿姐是有代志要找阿桑商，才会来家的啊。你两个是有啥物代志，袂用我知影。月秀，我无讲白话啊。干嘛呢？哪里拄只？你跟我去找阿布拉桑。哪里讲起来，伊就是阿布拉桑。红星，你甲丽芳到底有啥袂当甲人讲的代志？是安怎你要冤枉我，做来才解气面？又想，其实红星伊嘛拄来尔。丽芳，这是我甲阮翁的代志，我希望你莫插嘴。又想，你是不是有罪啊？我顶多感觉不是我伤受罪。是我太过相信你，我一直唔捌怀疑你对我讲的每一句话，不过到今我才知影，原来你一直拢在骗我。叶秀，你相信我？我无想听，我今仔什么都无想听。叶秀，叶秀。我无骗你的意思啊！你搁敢讲无？你不是甲我讲你去找阿布拉桑，谁哪敢利用你无手来滴？尤秀，代志不是你所看到安尼啦！你莫甲我扭掉啦！但是嘛，是哪？文良啊，啊你到底啥代志？你阿尤秀遐尼生气嘞？妈，无啥物代志啊！你搁敢讲无啥？你不是甲我讲你去找阿布拉桑，谁哪暗中敢利用你见面？哎呦，优秀啊！啊，恁翁哦是去找丽香啊，啊，毋是找别个查某啊，迄无要紧啦。我本来嘛是安尼想的啊，结果我入去包厢的时阵，看到红霞甲丽香手牵做伙，红霞一看到我入面，就先甲手放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凡事是咧看手相啦。哎呀，红霞呀，你看手相就看手相，你牵两个手要创啥？是啊，罗天姐。我是有重要代志要去阿丽芳讲啦。我到底有啥物重要代志？哎呦，阿
声呀，你安尼袂用的啦啊！啊，有啥物话吼，你唔讲出来，家己捂伫心内，安尼家己加艰苦的。文雄啊，你甲丽香见面本来就是一件真正常的代志，啊，恁两个翁仔某，咱就为着这种小可代志伫咧冤家。翁仔某爱互相扶持，家和万事兴。阿兄啊，我知影你一定有代志咧烦恼，因为我唔捌看你安尼，也毋过你怎知影？我看到安尼，我就艰苦的呢。你有啥物代志，你都甲我讲啊。就算讲我无法度甲你斗三工，想无你讲出来，心嘛嘛较快活。啊，你是不是因为最近餐厅生意无好，所以你去请教丽香，生意变哪做对无？不是啊，嘛不是这個原因啦。啊，无是啥物原因？不是这个原因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你应该讲出来。你生囡仔哪安尼哈？美玲啊，你问我什么？你莫遐激动，你一个。我都不是激动啊！哎，你唔讲，优秀就愈乌白想。你若感觉你家己有理由，你就把你的理由讲出来，解释给恁某听，莫让伊生气。你是要讲无？讲啊！一生煎熬乎你。你安尼袂用的啦啊！有啥物话吼，你唔讲出来，家己捂伫心内，安尼家己加艰苦的。文雄啊，你甲丽香见面本来就是一件真正常的代志，啊，恁两个翁仔某，咱就为着这种小可代志伫咧冤家。翁仔某爱互相扶持，家和万事兴。翁兄啊，我知影你一定有代志咧烦恼，因为我唔捌看你安尼，也毋过你怎知影？我看到安尼，我就艰苦的呢。你有啥物代志，你都甲我讲啊。就算讲我无法度甲你斗三工，想无你讲出来，心嘛嘛较快活。啊，你是不是因为最近餐厅生意无好，所以你去请教丽香，生意变哪做对无？不是啊，嘛不是这個原因啦。啊，无是啥物原因？不是这个原因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你都要讲出来。你生囡仔哪安尼哈？美玲啊，你问我什么？你莫遐激动，你一个。我都不是激动啊！哎，你唔讲，优秀就愈乌白想。你若感觉你家己有理由，你就把你的理由讲出来，解释给恁某听，莫让伊生气。你是要讲无？讲啊！妈，你莫讲表意啊！伊若无想要讲，就转头煞。我嘛无想要问啊。优秀啊！你看这个囡仔，两个阿公婆呢，好好就好，那就安尼冤家啦。有啥物代志，给你某讲个清楚，你咪甲解释啦。进去啦！你咪啦！啊，你呀，你呀，啊！美玲啊，啊，恁囝个性都唔是安尼，哪是啊？你反应了啦？根本是外遇啦！我讲美玲细囝，敢会这么骗了？凊彩讲讲。阿星，我是关心你，才问你讲发生什么代志。你敢知影？我看你安尼油头革面，我足艰苦。玉秀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绝对无教你用安怎。你甲妈妈，拢是我这一生中上个重要的人，所以我绝对袂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。我知影，你嘛忝啊，较早休困。
实我就是开始利用因爸爸的乡愁，也不过一句话，我唔知要安怎甲你讲，请你原谅我。看你伫咧无闲，是伫咧无闲啥？阿班长，咱公司拄啊起步，有足侪代志还无闲啦。人伫咧讲啊，万难代志哦，做事拢起头难。但你嘛知影，平常时咱遐少年的哦，一工干毋着是淡薄大啰嗦。你即摆用计讲一旦办公室办公哦，实在讲比较较困难。你啊，得淡薄时间去。我相信您哦，一定会慢慢来进步。这点我知影。杨姐，我知影哦，公司哦，刚开始运作，也需要用到真侪钱。要那钱的代志哦，你得免烦恼。我嘛是大同新台厂董事长啊，出本钱这嘛是应该。我还够存款，你做你提伊就出。无咯，阿伯上，阿爷存款是你家己的，免来当过独立的公司啦。请你放心啦，我相信咱这兄弟啊，只要咱继续同心协力，一定会当度过这难关的。嗯，真好。那小需要，你要做你开嘴。我知。呀，今嘛，今夜阁有啥物新的计划啊？啊，对啦。这份焚化炉工程的竞标案是李正昌做的。李正昌，忘记。这个计划案我真详细看过啊。李正昌伊计划甲真周详。阿伯生，这个工程案咱若是会当标到手，会替咱新台厂赚不少钱啊。杨先，你若是认为袂歹，你就做你去做。实在讲，李正昌我是无啥信任。也那是你啊，我绝对相信你。多谢你，阿伯生。要无你做一杯啊，我不过出来办一挂代志。嗯，辛苦你。大家啊，阮阿伯，哎。赵伟，赵伟，赵，你来啊！来吧，我讲当初是甲这间店交你，是上个正确选择。赵伟，你莫安尼讲嘛，还袂歹势呢。正常人，好，伊就早发生我。少年呢，把李志雄叫出来。是。来吧，愈来愈有做头家的本事。妈，你甲我起笑啦。正常啦，哦，正常。嗯，文化路计划案我详细看过。啊，你感觉安怎？我感觉真好。这个工程若是标起来，绝对会当替咱新台厂赚不少钱。也毋过说落来，我会借着你的才华甲能力来进行这个竞标案。总诶，你要甲正常调去开发部门哦？无毋对，而且我要甲正常升起来做开发部门的专案经理。多谢总经理，我一定努力达成这个目标，我袂让你失望。嗯，安尼说落来，你就要好好做嘛。金昌啊，你来钓一下，爱较骨力嘞，莫甲我下面子，有听无？我知。董总经理，我已经查到孙立雄的背景资料。生近日返台，继承银春阁家业，为银春阁第二代老板娘。银春阁，银春阁不是二十年前江美人杀人案的现场。十年前，因银春阁老板遭人杀害，
案子悬而未破，迎春阁老板娘姚真情因丧夫之痛将迎春阁收起，带着女儿孙丽香移民到马来西亚。20年前，江美玲在迎春阁开始豪英款身边的兄弟，照理讲起来，伊一定去闪避迄个杀人的现场。谁啊？出电刀甲孙丽香有来往，连红虾甲孙丽香嘛关系密切，这其中一定有啥物秘密。家家，这个资料真有路用，你调查了真好。多谢董总经理给我学了。既然你的办事能力这么好，那安尼你继续帮我调查这个无破的案件，看孙丽香伊老爸到底是安怎死的。是。明明啊，明明啊，那是在看啥？看这么重视？我在看这建木兴建文化路的案件，我认为这离事非常的关，咱央视应该参加竞标。来，我看麦。李明啊，假使咱若把这案件标起来，咱永生会当得到偌侪利息。文化路会当起偌大，小的物件有偌济，咱永生的金库就有偌大，会当赚偌济。真好，李明，这个金标案就交予你专管来负责。你放心，这个金标案一定是咱永生的。阿姨，你好，你哪来啊？我为早泡菜要来你家啦。阿姨，多谢你哦。免客气，今天我来是有一件代志要问你。阿姨，你要问我什么代志啊？阮文雄前两天刚来找你。有啊。阿姨来找你是什么代志啊？其实我们刚刚就奇怪，阿香，迄天刚刚亲像有真重要代志要甲我讲。俺不会讲话，拢爱吞吞吐吐的，从头到尾，我拢唔知伊要甲我讲啥。伊敢啥物拢无讲？是啊，伊看起来敢若真烦。啊，你嘛唔知影，伊伫咧烦恼啥物？我真正是唔知，因为阿香伊刚拄要讲的时阵，拄好优秀要开门离开啊。伊看到阿香跟我讲话，可能有点仔误会。阿婆吵吵闹闹本来是难免的，不要紧啦。阿婆比林阿姨，因冤家，敢若是因为我，卡都讲真正是安尼，我才袂得过。美香啊，你莫放在心上，这件代志哦，美玲会给保证，我一定替你把优秀解释清楚。多谢美玲阿姨。对啦，美玲阿姨，过年刚是我的生日，我会伫个家办一个生日 party， 希望美玲阿姨你一个会啊，会当来给我捧场。我打电话甲幼秀，会用当面解决这个误会啊。无问题啊，到时阵阮全家伙拢会来。多谢美玲阿姨。董事长，这是焚化炉工程的招标案。这摆政府兴建焚化炉的工程是一块大饼，有真侪集团已经开始企图要争夺这块大饼，所以我认为咱先进应该赶紧甲标起。淘米波最近小人在失事。大饼啊，啥物人无想要食？也毋过，都爱看安怎食。啥物？恁妈就要进行毒标计划？是，我是来。